问如经言，善修习持，即于边境乃至广说，持何密意？这是第二课，无量三昧地。分三课，第一课名建立，第二课是经缘。这个建立，就是建立这无量三昧地。这无量三昧地怎么样建立呢？就是怎么样修习成就的意思。第二课解释经上说的无量三昧地的这个情况。第三课是解密意，就是现在这一段文，解释它的密意。这个密就是深的意思，它的深妙的意思。这个意也不容易明白，所以叫做密。你看不懂，就是它有隐秘的地方。这是。这一课分两课，第一课是问，说如经上说，善修习持，这个善呢，或者就当一个能字讲哈，能修习呀，是无量三昧的人，或者说是善巧修习，慈悲喜舍的人。这个修习持无量心的人呢，即于遍境，就是这个达到最高的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遍境天的境界。这个遍境就是第三禅呢，扫净无量净遍境持何密？这句话有什么深意呢？这意思。乃至广说，就是修习悲三昧，那么即于空无边处，色界天的空无边处，那么持何密意？这样意思。修习这个喜三昧，修习喜三昧即于思无边处，修习色三昧嘛，是最高的就是。无所有处定，这样经上这样的说话呀，有何深意呢？有什么深意在里边呢？是广说就包括那个悲喜舍三句这底下嘛，回答是分两课，第一课名一处，一处分四。第一课是修持，是第三境律于诸乐中其乐最胜，意念此乐修习持心，持最第一，故说修持即于遍境。那么这是名一处修持名一处，这个第三境律。就是修持三昧，持无量心的依止处，就是你安住在第三境律在那修，为什么要依止第三境律呢？是于诸乐中其乐最胜，原因呢，就是在三界里边最快乐的。第三境律是最殊胜，没有快乐像第三境律那么样的殊胜，所以它是最殊胜的了。意念止乐，修习此心。这个修持无量三昧的人呢，你心里面你能够意念这个第三境律的乐，来修习这个持心。就是用这样的乐来摇移无量的众生，
这样子休息你的慈心，慈瑞的，因为乐最殊胜啊，用这样的乐，来养育众生，所以你这样的慈能与乐是最殊胜了。故说修持即于边境，所以经上嘛这么说，即于边境，这个深意，这个密意就是这样意思。意念空处，修习悲心以最低。前边呢是第一课是修持啊，这底下第二课嘛修这个悲，修这个悲，悲无量啊。三昧啊，上课第一课是标啊，是意念空处，修习悲心以最低啊。这个修悲无量的人呢，他心里面呢，意念，也就是想念啊，也就是观察，观察这个空无边处定的境界。用这样的三昧来修习这个悲，修习这个悲悯的心，这样子也是最低的啊。这是标底下解释：一修悲者，要欲拔苦啊。修悲无量三昧的人呢，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拔除一切众生的苦恼啊，希望众生都能够远离一切苦恼，无舍界中远离众苦，断坏等苦，度彼度无苦。这个空无边处定是属于无舍界的第一个定啊。你成就了这个空无边处三昧的时候，你就能够远离一切的苦恼。远离众苦，什么苦呢？是断坏等苦，这样的苦比空无边处定完全没有了，没有这个断坏等苦，没有这个苦。这样子嘛，修这个悲三昧的人呢，入空无边处定，来要这么是观想思维，愿一切众生。都这样的离一切苦，是这样意思。这个小字这个毗荀记上无舍界中远离众苦等者，无舍界中无所依身，没有身体这个依身怎么讲呢？一切的行动都是以身为依止而发动出来的。要没有这个身体，什么都不能做了，没有舍受想行识的身体，你能做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所有的行动，所有的作用，都是以身为依止处的，所以叫做所依身无舍界天中没有身体了，没有这个所依止的四大身体没有，无身重担苦。就是没有这个苦了，这个担呢，是个担就是比如说担2桶水或者是有200磅，1桶100磅，2桶是200磅，放在你的肩上这个担子，这个担，你走它200里路，你辛苦不辛苦？那叫做担。现在说无身重担苦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个担。我们时常常常担这个无蕴身的身体各处跑行住坐卧这有多苦很苦的呀。这个无身重担苦，就是没有这个是，这是总说的，它下面是别说无舍界天的空无边处定，他在第4禅天呢修空无边处定成功了。就得空无边处定了。得空无边处定的时候，就像人到虚空的境界没这个身体了，像虚空的境界似的。那么就没有这个身的重担的苦恼。
这是一种苦。无四大观为苦，这底下就是分别的解释。这个无声重担是个总数，这得别说。没有地水火风互相乖违的苦恼地水火风这四大互相冲突四大不调和了，就有病了嘛，就是病苦啊。无处对变坏苦，也没这个苦啊。是名远离众苦，这就叫远离众苦。这样说嘛，无生重担苦，无四大乖违苦。四大乖违呢，是主要是病苦，但劳苦也应该在里边啊，食苦也应该在里边。是处对变坏苦者，什么叫做处对变坏苦呢？未有手、足、筷、食、刀、杖、寒、热、饥、渴。闻盲舌合说处对时，即变变坏。好，是用水、用手来打，用拳来打，用脚来踢，或者是用土块，或者用石、用刀、用杖，用这大寒大热，说是这饥，这是渴啊。闻盲舌合这些东西，与你这个身体相处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坏了，我们这身体就坏了。好，即便变坏了，好，故持名断坏苦，这叫断坏苦啊。等言等起于苦应之，还有其他的苦，其他的苦有这个身体，还有个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很多的苦。那么这无舍界中远离众苦、断坏等苦，彼度无苦。这样子解释。第三颗是戒，是故意念无边空处修悲等智，作如是念，当令一切有苦有情，到无众苦，即说一处。这个修悲三昧的人，悲无量心的人。他这样子意念，说是希望这一切众生没有苦，没有苦，怎么叫这没有苦呢？这在那个三昧里面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希望一切众生像无舍界天空无边处定那样子，远离一切众苦。这样意思修悲等智，作如是念，当令一切众一切有苦有情，到无众苦你能够达到没像空无边处定那样没有众苦，即所依处，所依处呢就是空无边处定依止空无边处定，远离众苦是这样意思。修习定者，前边是前两颗，一个修持，一个修悲，现在第三颗修习，分两颗，第一颗是思，第一颗是思，第二颗解，这个修思。修习定者，这个修习定怎么样解释呢？怎么样修法呢？也是在一禅定里面。常意念无边思处，意念这个，思无边处，思无边处的境界庆祝有情所得安乐来庆祝贺一切众生能够得到思无边处的那样的安乐那么就叫做喜怎么样修法呢？着如是念，当令一切有情之类。受无量乐，犹如是处，就像那个十无边处的那种快乐，这叫做喜，思无限量。这个观察这个思，过去的思无量无边，未来的思无量无边，现在的思无量无边，就是这样子思维当然，这个人他是成就了十无
变出定的因，啊，他才能这样意念的。是故意念事物变处，休息息定，这是结束了，结束这段文。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哈，得了禅定的人，他修持无量的时候，啊，修持这样修，修悲修喜这样修，啊，是没得禅定的人，他要修怎么修呢？当然也可以这样子思维啊，但是可能不这样修哈，我去赚多少钱，我给他。什么样的快乐，可能是这样子，这样的修，这样修也好，也是好的。但是啊，人可能是这样的哈，我欢喜吃辣椒，我也愿意你吃辣椒。啊，我欢喜吃馒头，我愿意你吃馒头。我是啊，得到无量无边的财富，从财富中得到快乐，我就用这样的快乐。布施给一切众生，远离一切苦，得一切乐，得欢喜啊！但是得了禅定的人呢，他是修持无量心三昧的时候，不这样想，他不认为世间的财富是快乐，不认为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是乐，所以他呀，希望众生啊离苦得乐的时候，也不这样想，是想你呀、啊，得到三禅乐啊。叫做乐，啊，得到悲喜啊，也是这样子。这时候思想是不一样啊，因为得到禅定的人呢，他是肉眼也好，天眼也好，看见世间人呢，那个富贵荣华的人都是苦恼人，不认为是乐，所以也不愿意把这种乐给你，叫你苦恼，也不这样观想。这就是人的本身的程度，来决定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程度，所以做出事情就是这样子啊。有禅定的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思维这件事的时候，这可以知道啊，哦，这个人这个背景是这样子，这个人的思想是这样子啊，他所要利益人的时候是这样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道理？嗯，有这样的道理啊。修舍定者，以常意念，无所有处，作如是念：无所有处，无漏心地，最为后边舍最低。这是第四啊，修舍无量心啊，分两课，第一课是解释。修舍定者。怎么修法呢？以常意念无所有处，也是他住在这个无所有处定里边，啊，他就是意念哈，这意念，意念这个无所有处，他成就了无所有处定，他入这个定的时候，就是念这个无所有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舍。啊，这个得到舍戒的四禅，然后进一步得到无舍戒的空无边、实无边、无所有处。好，那么他就按照自己这个境界入着这个禅定里边。好，作如是念，他心里面这样想啊，这样意念，无所有处，无漏心地，最后边，这无所有处三昧呀。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是无漏心地最后边，这个修修圣道啊，断惑证真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呀、啊，就是由初禅开始，在初禅里边呢，舍戒的初禅，这时候开始修修十念处，断惑证真，初禅在初禅也可以做这件事。啊，二禅里头也可以，三禅可以，四禅也可以，空无边处定也可以，实无边处定也可以。到无所有处呢，就是到最后了。啊，最后他在这个禅定里面修修十念处，来断惑证真的。
这个断了惑证真就叫做无漏的心地，能够没有烦恼，无漏的心地啊，是最为后边，这是最后的边际，就是到这里了。最后后边还有个非非想呢，非非想不可以，不能够在非非想地里面修十念处，不可以。所以无所有处是最后了。为什么非非想天，那非非想那个三昧里面不可以呢？因为那个入了那样的定以后，那里边的心思的明了性不强，心是明了性的啊，但入了那个三昧的时候，那个明了性很要，很远，很远要，很远要修止观呢、啊，修无漏的三昧呀、啊。不行，没有这种堪能性，没有这个能力，不能这样修。所以呀、啊，只有从初禅到无所有，这是都可以。在初禅之前呢，还有一个为了立定也可以，为了立定也可以啊。这样说呢，所以无漏心地是最后边舍最第一。这个舍呢，无所有也是个舍的意思啊，把舍，这个舍界天这个舍啊，欲界也是舍，舍界也是这个舍弃舍了，后来把空也弃舍了，实也弃舍了，无所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思维这个无所有，得了禅定了，得了定了，就是无所有是定，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舍是最高深了，到这个境界，所以叫舍最低。如阿罗汉比丘，一切苦乐不苦不乐，现行位中皆无厌恶。好，这底下呀、啊，这个形容啊，这个舍的殊胜哈，也是行，就是在无所有处定里面修这个三昧。就是无漏心三昧也，成功了得了阿罗汉的时候，这阿罗汉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说无所有处定舍最第一，是如那个舍的境界，就像阿罗汉似的哈。这个阿罗汉比丘啊，这个阿罗汉比丘这句话呢，表示啊，出果也可以是在家人，可以是优不塞，优不异可以，二果三果。啊，也可以是在家居士也都可以，但是到了阿罗汉是一定是出家了，所以叫做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啊。一切苦乐不苦不乐现行为中啊，一切的苦恼的境界出现了。啊，我们凡夫啊，有的时候有苦恼的境界出现，有的时候也有满意的境界出现，有的时候又是不苦不乐的境界出现。得到阿罗汉也是会有这个事情，也会有苦恼的事情出现，哈，也会有乐，也会有不苦不乐，现行为中，苦乐舍，啊，这三种境界啊，现行为中，显现呢，在你的心里边的时候，显现在你心的时候，这个行啊。或者说是心性啊，显现在心里面啊。如果这苦和乐不苦不乐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就在一切有，在这个行识有为法哈，在这个有为法里边呢，也没有出现苦，也没有出现乐，也不出现不苦乐这种受，没有。那当然就在行里边没有这件事啊。现在出现了呢，就在这个有为法里面有了。有了苦的感觉了啊，而这个出现这件事呢，有个科学的说呢，还是应该呀，与你的心面对的时候叫做出现。虽然出现了，但是你心里面不面对它，也等于没出现哈。所以这个现行为中，就出现在你的心的前面的时候。在这个境界里面，这个阶段的时候，皆无厌恶，
这个阿罗汉呢，面对苦的时候，面对乐的时候，面对不苦不乐的时候，他心里都是清净的。怎么呢？苦出现的时候没有嗔心，乐的时候也没有贪欲心，不苦不乐的时候也没有愚痴心，没有愚痴心，他没有这个分别，所以皆无眼无，和凡夫不同。这可见呢，凡夫也有苦乐，不苦不乐；圣人也有苦，也有乐，也有不苦不乐。但是心不同，啊，就是修行的时候，就是使令你思想有变化了，思想上有变化，皆无眼无，皆无眼无啊！这个阿罗汉呢，当然他也有初定的时候，也有入定的时候。啊，初定的时候呢，当然就是面对苦。面对这个乐，面对这不苦不乐的境界，但是他内心里面呢，还是有明相应处，有这个智慧和他在一起，所以这外边的境界不能动摇他的明，不能动摇他的明，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空的，他心里面不执着。你不能厌恶他，你不能使令他的心呢有贪嗔痴的活动，不能，所以叫做无皆无厌恶，而是凡夫就不行，凡夫不可以。但是我们呢，初发心修十念处的人呢，你用如理作意啊，面对苦乐不苦不乐的时候啊，他也不会太厌恶，用如理作意的时候。也不是太厌恶，当然我们还是有执着，可是和一般的凡夫不同，不一样。用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啊，怎么叫如理作意？就和打妄想一样。但是你要有经论的呀，基础，你一定要学习了佛法，你心里面能用佛法的智慧去面向它，就可以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要像以前没有修习佛法的时候那样的心情去分别一切境界，你用苦、空、无常、无我的心情去分别这苦乐不苦不乐的境界，这就是这么回事儿。你面向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境界是如幻如化的，是有而不失的。你这样想啊，是为这是苦啊，你要知道它就苦了啊。要无着也不执着，什么不执着？这个东西是无常的，一刹那间就灭了，不是了。观察它是如幻如化，是毕竟空的，它就不着了。这个贪也不起来了，嗔也不起来，贪嗔痴都不起来。那么它就虽然不像圣人那样子，但是啊，它接近，它与圣人的境界相接近，和凡夫的境界就相离。像背离了，所以有那一天，有个同学向我说：“我听这个佛法倒是欢喜，但是很难做，怎么做法做不来？我怎么做不来的很容易，就是这样分别。但你要常常静坐呢，那就又会增加了一样功德，增加一样功德。你要常常静坐。”增加一样什么功德呢？就是心里面明镜而住，我就是不分别，也不贪，也不嗔，也不愚痴，心里面明镜而住。要分别，不就是分别？这是如幻如化的，如梦中境，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是如幻如化的，像云，天上的云，如电，如云。这如电就是无常的，一刹那间就现，一刹那间就没有了。观察它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这样思维就是这样子。思维呢，但是呢，所以你要常常训练修止观呢。我试完了，思维完了以后就寂静住，就不分别。要分别，马上就还是苦空无常这样思维。
所以我们呢，非要常常读经不可。你从经论上得到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你的智慧你，我学习了佛法，我在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用呢？我不会用，其实就是这样用，就是这样子，也尽量的少谈闲话，少谈闲话。你不要，就是不要说世界上的这些论细论的事情，不要说，然后多谈佛法，啊，你说出来的语言是佛法，心里面思维也还是佛法，久了呢，这个贪嗔痴啊就不活动了，你心里面就清净，谁也没有断烦恼啊，但心里面清净。说我不这样做，我这样做，那么怎么做呢？你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嘛，不是佛法嘛就是世间法嘛，你还是世间上那个贪嗔痴啊，那么就思维去说贪嗔痴的语言啊，内心里面思维这个贪嗔痴，那就是完全没有改变呐，就苦了，就苦恼了，就很难，所以非要改变不可。改变从什么地方改？从自己心里面改变，不是从外境上改变。外境上谁有那个本事能改变外边的境界？世界上的人不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能改变一些境界。说是你的权力最大，你也办不到。只有这个佛菩萨、阿罗汉有高深的禅定，可以改变。啊，所以这个地方很美啊。他说这个地方不美，就能够变成个丑陋的境界。可以，所以这个很丑陋，可以变成很美的，也都可以。他这个禅定的力量能改变一切的境界，能改变。这个世界上的圣人的境界是自在的，凡夫没有自在的事情。这个圣人有这种境界，而圣人是愿意用神通改变一切境界也可以，不改变也一样，他心里不厌恶不动。也是可以，所以阿罗汉呢，就是与这个一切苦乐不苦不乐现行为中，皆无厌恶。你不能厌恶他，他不心里面不入于你也不入于地狱地，你心里你不能厌恶他，他没有入定，他要入定，你更不能厌恶了。那就是舍了，说这也是舍，能弃舍一切厌恶，不入定也弃舍一切厌恶，入定也是弃舍一切厌恶，是这样子，即有厌恶，当令一切有情之类的如是舍，所以修舍满三昧的，就是心里面这样想啊，令一切有情呢得到这样舍，得到阿罗汉的这样舍，舍弃舍了贪嗔痴。弃舍了贪嗔痴的境界，这个不苦不乐的众生给他乐，有苦的众生啊，就是叫他离苦啊；不苦不乐的众生啊，叫他离开愚痴，要离开愚痴这样子哈。皆无厌，当令一切有情之类得如是舍。是故一念无所有处，修习舍定为最第一。啊，这是第二和之解。一念无所有处，修习这个舍定是最殊胜了，这样意思。这个呀、啊，这里边还有这句话啊，无漏心地。最后边这个地方有一点事情啊，这样说。这个非非想定就是有漏的了，就一定是有漏，但是也不是那么说，是说你想要修四念处断惑证真的话，这个非非想定是不行，你不可以在那个定里面修四念处，不能。但是啊，你要已经得到禅定了的，得到成就四念处的断惑证真的人，
他也成就了非想定的，他也可以入于非想定。入在那个定里面呢，那他就可以修持，而不是凡夫的这种心情入定，而是圣人的清净心入定，当然也可以观察他是无漏的，那就不同了，那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是一个人呢，在闹热闹的地方啊，这个尘劳的境界，在那里修行修不能修行。我要到那个深山去寂静的地方，在那里呀，没有这一切杂乱的境界的干扰啊，他能够啊，自心一处，修学十年处。修学十年处成功了，成功以后呢，到尘劳的世界走一走也可以。也是可以到那边走一走，也是可以。所以说，我在非想佛不想定，我不能修十念处，是的。那么我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修十念处，这是可以修。修成功了呢，你还是可以入非想佛不想定的。那个时候呢，是无漏的，因为你没有烦恼了。所以那叫做有观无漏这句话。游观无漏，游旅游的游，观察的观，无漏有漏无漏的无漏，游观无漏，那叫做游观无漏。这样情形呢，那就不能说这无所有处定是无漏心的最后边，这句话就不对的，就不对了。那么这句话的目的，这个说这句话的这个范围啊，是在修十念处的时候，那你不能再非想非不想定，你一定是无所有处定以前就可以。这样说，无所有处定是最为后边，无漏心地最为后边，是这样意思。如是一切皆是圣恒，唯圣能修。故经宣说教分具行啊，这是什么结圣行啊？结圣行，这个解密啊，这个解深密的解，这个密意这里分两课啊，一问一答。第一课是明一处，现在第二课嘛就是解圣行。我常是念这个圣行，念把这个字念个行。我查的字典，我查过很多次，念圣行、念行这个字也英文也是对，念行也是对的。我们常说念恒，念恒当然也可以，念行也是对的。这个行就是向前进，向前进嘛，叫做行，行住坐卧嘛，这个行就是向前进嘛。你这样修行嘛，你不断的修行就是向前进的意思。你不修行，不修行就停下来了。所以用修读行也应该是可以哈，所以如是一切皆是圣行，是前面啊修这个慈三昧啊，慈悲喜舍这些事情，这个是都是圣人的修行的境界。因为什么呢？唯圣能修，唯独圣人才能这样修。所以这也是凡夫也可以修，那你是凡夫的境界，不是圣人的。圣人这个修行，只有圣人才能办得到，凡夫是修不来的。圣能修，故经宣说，所以经上说呢，教分具行啊，这个四无量心三昧啊，是教分具行，就是七觉知啊，七觉知和它在一起的相应而行。居是说在一起，在一起就是相应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圣行。七觉知这个觉是什么呢？就是无漏的智慧啊，无漏的智慧啊，就是教分具行啊，这样意思。这一段文是解深解密意。夫次云何一份修三摩地，位于此中，或为作意，是为光明相。或为作一思维所向，
我们前面呢曾经说过啊，这个舍诸经里中药，这一科里面分十五科，分成十五科啊。第一科是八解陀，第二个三三摩地，就是有熏有湿等三摩地，在这个小、大、无量这三摩地啊。现在是第五科一分修等三摩地。啊，一份修等三摩地，好，这是分两科，第一科是变修相啊，修这个三摩地的相貌，分两科，第一科是一份修三摩地，那第一科是问啊，佛是云何一份修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叫做一份修三摩地，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讲讲，我听听。位于此中，或为作意，是为光明相。就是像前面不是在初禅啊，初禅里面啊，是举那个例子哈、啊，在这个禅定里面呢，或为作意，是为光明的相。啊，是，我是虽然得了初禅了啊，得了二禅、三禅、四禅，但是你现在是人间的人。还没升到天上去，所以是听人说，或者听经论上这么讲，或者是有一个高人来同你谈话。因为你要得了出舍戒四禅以后啊，就会有那个不是平常的人来和你来往，就有这种情形。你一入定呢，有可能心就到天上去，也可能的。一入定就可能到弥勒菩萨那去了，一入定到阿弥陀佛那去，同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就会有这种境界。当然，当然是佛教徒才这样，非佛教徒他也不会，他入定他也不会和佛菩萨说话的，他不会。要是我们佛教徒，就有这种可能，因为佛教徒他读经论嘛，读经论呢，从经论上知道。哦，天上有弥勒菩萨，啊，从事西方过无量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佛。哦，那有阿弥陀佛，东方啊，世界有药师如来，还有阿处佛，还有无量无边的佛啊，南方、北方。他一入定呢，那他就能够就见到，想要见弥勒菩萨，他就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就会有特别的一些消息，和我们凡夫不一样啊。说现在这样说，位于此中，或为作意，或者是禅宗禅定里面，只是这样观察思维，所以是光明相啊。我们前边我们讲过，思维光明相，或为作意，思维舍相。前面光明相其实也是舍相啊，但这个思维舍相呢，就不限于光明相。我思维个大莲花，啊，那也是啊舍相。我观佛的相好，哦，那也是舍相。哦，修不净观也是舍相啊，就是各式各样的舍相了啊。这是或为作意，思维舍相，而不思维光明相。这样是不同了，这样思维呀、啊。又是怎么会思维的时候啊？就是想念的意思，想啊，我想念我的母亲啊，这一想，这母亲的相貌就现出来。我想这个大莲花，一想这个大莲花就现出来。想完了以后呢，就是心里面住在这里不要动。我想这个白骨，想完了啊，由足至头，由头至足。这么多少遍啊，想这个白骨，想完了不要一直的想，想完了的时候心里面就安住在那不要动，就是入定的，就是这就是奢摩陀了，这样子啊。所以耳入于定啊，这样一次，这是啊解释。如是二种随其次第，或了光明，或度众舍，如是二种，
就是前边这两种，就一个是思维光明相，一个是思维舍相，这两种，随其次第，就是光明相和舍相这次第，获了光明，获度众生，啊，随你的欢喜哈，你愿意只是修光明就修光明，或者只是观众舍就是观众舍，其中的一个，这样的入定，啊，这就叫做一分修三摩地。云何俱分修三摩地？这是第二个啊。什么叫做俱分修三摩地呢？问底下解释，是为俱思维而入于定，以了光明，以见众生啊。就是那个修行人呐、啊，这两种所缘境啊，他都视为观察，不限于一种。好，就这样视为而后入于定，就是心住一缘，啊，离一切分别。这样子呢，一了光明，一见众生，就是了光明，同时也会见众生，见众生也了光明，这两种都是有的啊，那就叫做俱分修三摩地，是这样意思啊。如是修习光明定者，定难差别有是一种啊。这底下第二课是定难啊。这个一分修等三门地分两课，第一课是变修相，说完了。这底下嘛，解释定的呀，难就是还是有阻碍啊。这个定没修不成，啊，也有这个问题。分四课，第一课是标经说，哈，说如是修习光明定啊，定还是有难的不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难，有多少呢？有十一种不同啊。所谓一等，第一个难就是一有疑惑心啊。如经广说，像经里面呢说出来这个一有各式各样的一。这件事在《诚实论》里面也有提到，啊，在《诚实论》也提到这件事啊。这第二嘛，问答辩，啊，前面第一课是标经说，这底下问答辩啊，来辩这个难的事情。分两课，第一课问，说此谁难也？说有十一种难，他来障碍谁呢？啊，这是这个问题。第二回答分两课，第一课标列相啊，答三摩地相障碍谁呀？就是障碍你的三摩地的相貌，障碍你三摩地的体相，就是障碍你的三摩地啊。而三摩地的相有两种的，哪两种？为所缘相及因缘相。所缘相就是所缘境啊，缘这个所缘境。安住在这不动，就是入定了。好，因缘相呢，就是入定的因，入定的缘，也就是入定的因缘，因此而能入定，那就叫做定的因缘相。这件事下面有解释，也不守根门呐，啊，这些事下面好多解释很多事情，好。用彼为一住三摩地，啊，前面是标了一下，这底下名住等啊。用彼所缘相，即因缘相为一止，你安住在三摩地里边，是这样子的。要没有所缘相，你不能入定；没有因缘相，你也不能入定。有所缘相而能够假借因缘不断的修行。成功了，你就得定了，就是这样子嘛，哈。所以用彼为一，安住在禅定里边，三摩地。要退彼相，便不能住。要是你有难的时候，啊，或者有疑惑心，或者有其他的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有障碍你，这一障碍你，这个所缘相和因缘相啊，就失掉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呢，要退彼相，便不能住，就不能住在禅定里，不能住在三摩地里了，就不能了。
所以这个定还是有难有阻碍的。此中最初于所显现光明色相不善之故，便较有疑啊。这是第三课啊，第一课标经说，第二课是问答辩，现在第三课解释定难的差别。差别一共有11课，第一课就是有疑惑。此中最初于所显现的光明色相啊，就是你以光明的色相，以光明相，以色相为所缘境的时候，当然这光明相出现了，或者众色相也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不善之故，你不能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啊，你心里面就会有疑惑，这个相从哪来，这是什么相，怎么回事情呢？比如说有的人呢，静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身体一直向上升，一直向上升，有人静坐的时候一直向下沉沉沉，心里面这怎么回事，你心里就恐怖了，这样子哪能得定呢？你就不知道。你要是啊，所以这个修行这件事啊，是以学习教义为依止。说我不要去修行，我不要去学习，我就修行，这话对不对？哎，你普普通通的这样子可以，我就是这样子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可以啊。念阿弥陀佛实在呢，也要读读净土三经好一点，啊，读读啊净土圣贤录也好一点，读读往生论也是好一点。是完全不读书，只是念阿弥陀佛呀、啊，也是可以哈、啊，也是很好。但是你要是其他的修行，那就不一定。其他修行我也不行啊，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也可以啊。我就每天读读《金刚经》啊，这读《法华经》、读《华严经》、读这大乘经论，然后读完经了，我愿意跑跑街，跑一跑；愿意睡觉睡觉，看报纸就看报纸。反正我一天就是这样做功课，那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想要深入地去修行啊，那就不够，光是读就是不够，你非要用功深入地学习才可以。你要深入学习啊，说我在这，我这个静坐的时候，这感觉是一直向下沉，一直向下沉，这不知怎么回事就害怕了。但是现在是说，是那是说恐怖，这是说有疑惑。怎么回事就这样子呢啊，做静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身体哒哒哒哒不得了，心里就疑惑怎么回事呢。但是你睁开眼睛看，你还是那么大，并没有真是大。所以你要是读读经，就是这都是你的虚妄分别嘛，哪有那么回事情呢？说不善之故啊，你没有教育的知识啊，这些事都不明白。这就和但是有个疑惑，以后还不能解除这个疑惑，那你这个定就修不成了。所缘相也没有了啊，是因缘相也没有了，你不能得定的。说是那是解门，我是行门。这个行门里面不可以没有解的呀，你没有解你能行吗？不可以啊，解是行的开始啊，不可以分开的，不可以分离的呀。不可以分离、啊、所以你要不善知就有疑，有疑的时候这个禅定就障碍了，就不能得禅定，不可以的。方便缓故有不作意，这是第二课，前面是有疑，这第二课有不作意啊。分两课，第一课是标举，就是举出来呀、啊，这个不着意哈。方便缓故，这个方便是什么？就是行动，以行动为方便，就才能成功啊。缓故是什么呢？就是懈怠呀、啊。这有人说啊，你念佛的时候一天念60相佛，有人说那几时才能得念佛三昧呢？你看这个人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可见这个人的境界高啊。那他几时才能得三昧啊？才能得念佛三昧呢？
但是话是那么说，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呢，不可以太多。你他的睡眠还是要正常，饮食也要正常，一切正常啊，有正常的功课表。初开始还是要这样做。所以打禅期就初开始修行的，就是要这样是可以。你的功夫高了，当然不可以打禅期，不合适。他一坐可以坐3天，可以坐7天。那打禅期一会儿就开净了，那怎么可以？那是不对的嘛。所以初方便的人是这样子。也有的人呢，说是那个香火庙，那个很轻视这件事。我不轻视，我同意香火庙。是那有抽签的，我也同意，因为这是好像他只是迷信，是的，你说的对，你说的是高的境界，但是我没有那么高啊，我这个一般的这些非佛教徒啊，或者是佛教徒啊，他就是香火庙最合适。烧烧香，然后拜呀，诚恳。哎呀，我的儿啊有病啊，我去求佛求神呢、啊，因此而在那里拜佛三拜，不是再被散开了吗？他一些没有神通、有神通的人呢，啊，他一做就什么事知道了。我们没有神通的人呢，有了什么事情啊？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决定呢？不能决定，他抽个签。啊，他从这就得到了一点信心，也好嘛，好好过一点办法没有，也是好嘛。所以我不认为那是迷信，但是我不做那个事，我不去。所以这个事情啊，你要多方面去想啊，你才能知道这件事啊。有一个居士，我和他不大，也只是见过一次面就是了。他是个记者，我在南湾讲演，他和我见过面的，好像就是有点缘似的。我有时去台湾去，就是要到飞机场，他非要就送我去。到了飞机场呢，坐那等飞机说话，说话中其中有一句话，我认为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说什么名字了？就是这个凌云哈，他讲那个，讲风水，讲气，讲什么哈？他能度化电影世界的人士，电影这个明星，那个明星，说那一个人，那一个还有什么富贵的人，就相信这个，看看风水有道理，跟他笑。他因此啊，给他一点佛法，给他算不算？你没有硬法是办不到这件事。"哎呀，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我从这句话，我也开悟了很多事情，还有很多都有道理。他这个身份啊，他这样能力就是度化这些人，他这个身份就度化这么多人，都有道理。你不要说就唯我第一，不必这么说，不要这样说，就是各司其事就最好了。最好是这样子，我的从这里想到这些事情啊，我这说到什么地方去？啊，方便缓顾，有不作意，就是懈怠了啊，懈怠了啊，本来要静坐的时候要作意。止也是作意，观也是作意呀。你不作意的时候，你能止吗？自己要心里面要圆这个所缘境，圆这个所缘境，就是要烁烁的作意，于所缘境烁烁作意，你才能够不散乱，叫作意。但是他现在懈怠了，不作意，他懒了，不想。你不想，这个所缘境就死掉了啊。那怎么能入定呢？这个缓慢呢、啊，也是不作意是不行的呀。如遇众舍，不遇见者，或闭于目，或伏被面。哈、啊，这底下嘛，
愈合，第二个愈合，举一个譬喻啊，来和这个方便缓的道理哈。如遇众蛇不欲见之，就譬如这个人哈，他对各式各样的形象他不愿意看见。那怎么样不愿意看见呢？我闭上眼睛，我不看。这佛在世的时候，有个城东老母，城东老母是谁呢？就是七宿鸡孤独院鸡孤独长者里面一个管事的女人，她给她管家的那个女人哈，佛给她现种种的形象，她就是把我眼睛闭上，我不看。啊，看着还是闭上眼睛还是能看见，是用手遮住，一手遮住还是看见。这是，或闭于目，或伏背面，或背上，我不和你面对，我背过来，背向过你，向着你，那么就不见啊。这样是不见众舍啊。持观行者说，这个修观行的这个人呢，于诸舍中不欲作意。心里面原来是这样子入定的，啊，现在我不欢喜，我不欲作意，亦复如是，也就是这样子啊，不欲，或闭于目，或伏背面，方便缓慢了，缓慢了就是一样嘛。你不作意，不作意，这职业是修不来，观也修不来，那就是障碍了。这个不作意也是一个问题啊。请问院长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提到不苦不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下定义。当你内心呢保持一种平静的时候，是不是跟不苦不乐很接近？而且如果说，当我处在不苦不乐的时候，我要怎样去就是远离我的愚痴呢？请院长解释，谢谢。这个怎么样远离这个愚痴啊？可以有种种的方法，啊，还说什么啊？是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看见明月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家啊，想起来父母啊，想起来自己的朋友，心里面呢就忧愁了。有的人看见明月心里欢喜了，有的人看见明月心里没什么，也不忧愁，也不快乐，那么就变成无记啊。但是我们佛教徒呢，佛教徒啊。不管是遇见苦也好，遇见乐也好，遇见不苦不乐也好，他心里面呢还是用苦空无常无我来观察，那就远离了不苦不乐的愚痴，就是不要执着所面对的境界是真实的，不要执着它是真实的，你就远离了愚痴。什么叫做愚痴啊？就是不管是遇见什么境界，都因为是真的，这一念心就是愚痴。遇见苦的境界，因为是真的，我们遇见苦的境界，心里面不高兴、嗔怒、愤怒，其实里头也有愚痴。我们遇见如意的境界，心里面爱，心里面贪，你那也是因为是真实的了吧？其实里面也有愚痴，不只是贪。如果不感觉到什么可爱，也不感觉到可憎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苦不乐。那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不苦不乐是真的，那就是愚痴。这个愚痴是很普遍的，这个爱和憎是个别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境界，我们佛教徒，你不能够不要离开十念处，这都是苦。无常无恶是空的，都是假的，不真实的。要是用唯识观，这是内心的分别，我心里不分别，没有这些事情，什么事没有，
说那地方很美，是内心的分别叫是美，是你内心安立的呀，是在那个境界，并没有美可得。说很丑陋，这个那丑陋是你内心的安立，内心的分别本身，那个境界本身没有丑陋，都是内心的分别呀。说不苦不乐是你内心的分别，所以这样说呢，我心里没有分别，这个不苦不乐是不可得的呀。所以这样讲呢，就能远离于此，就是远离了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这个执着不见了。你常常这样观察呢，你就熟悉。你只是修止呢，这个观就不熟悉，不熟悉你一出定的时候，还是和一般一样，都是知道是真实的，是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就是被这个无明的黑暗呢蒙蔽呀、啊。你得了禅定啊，你还是被无明所覆蔽，你还是个生死凡夫。说有神通，但是你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还是个凡夫。要是你常修观呢，就容易从这里冲破出去，所以能得慧解脱。说怎么样能够远离这个与不苦不乐的愚痴的？就是观察，这也是内心的分别，这是虚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是苦，是空，还是这样分别？这样观察，就远离了愚痴。所以我好像我办不到，其实像妄想那样去思维观察，怎么会办不到呢？你会打妄想，你就会观，道理是一样，只是内容不同而已，内容不一样嘛，只是这样子。但是修止呢，不是容易，控制这一念心，叫它不要动。这是比较难一点，但是也是还是可以修行，虽然我们不修行的人呢，他有的时候心里面也不乱，不是很乱，啊，说我想东和想西，其实也还是由你的这个欲来决定的，我这个欲，就是我心里想要想东就想东，我心里面想要想西就想西，我不愿意想西，那么就不想西嘛。里面还是有一个决定者，就是你的欲望一个希望。所以现在我要不要打妄想？我不要想，啊，不要想。但是佛菩萨慈悲呀，并不是强人所难呐，给你一个所缘境。你所说的意念它，其他的妄想就不起来嘛。这是有道理，也是可以做到的。说我做不到，你慢慢的，你有1分钟的寂静，你就可以都可以嘛。1分钟的寂静就有希望，是2分钟，就有希望4分钟，就有希望8分钟。我要打禅节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忽然间呢。很长一个时间心里不动，有30分钟不动，都有可能这样子嘛，那就表示你有成功的希望。现在欲学师的论呢，正在讲禅定的部分。曾读到《弥勒菩萨上生经》，提到可在禅定中听弥勒说法，但此禅定应作何种观，或当生想见弥勒菩萨有什么千方便？见弥勒菩萨，那不是容易，你是不容易见到弥勒菩萨，不是容易。这个想要见到圣人呢，不是容易。他用圣人的面目和你见面呢，你的程度要高一点。他视线一般平凡的境界和你见面，你看见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圣人，这样境界是能有，但是不知道。那走了你才知道。
说这个境界是有。像你这个说的呢，在禅定中听明了不是？假设你要能得到味道地定，欲界定可能还不行。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你天天拜弥勒菩萨，拜弥勒菩萨，拜弥勒菩萨的时候，你向弥勒菩萨求，我希望见到弥勒菩萨，见到菩萨，见到菩萨，你也要有一个理由，要有一个原因，没有事情你也见他，这是不可以的嘛，这是不可以的。在三藩市有一个居士，三藩市有个居士，他是。他像他拜弥拜观世音菩萨，拜观世音菩萨就是大家都是佛教信佛嘛，信佛的很多佛教都吃素嘛，但是他不欢喜吃素，他一定要吃肉，这个就是，那要吃肉，他就拜观世音菩萨，他忽然间他也很灵啊，这个地方，他就拜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啊，我不能吃素的，除非你领我到地狱看一看，我才能吃素。哎呀，不得了！真就是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就领他到地狱去了吧？就看他了，到地狱走一走。这一下子是跟是还有别的事情，我们不讲了。那么就是从地狱就出来了，就好了，就完美梦就醒了。啊，你说要是领你到地狱看看就吃素，这回领你到地狱看看了，他只好吃素了。这就是你要有一个理由，那你就见着观世音菩萨了。那我问他，我说你见观世音菩萨是个什么样的呢？他说就是看是一个端正的一个女人，高大一点一个女人，就是这样想，还不是特别俗，还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了，啊，还不是观世音菩萨的真身，那是不可以，没那个程度。但是当时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你一说要怎么样见到弥勒菩萨呀，你也要有个原因。这样可以，你可以是说有说这一段文的妙见法讲的不对，我愿意听弥勒菩萨，你来人家给我讲一讲也可以，这就是个理由。这理由你也是拜，多拜弥勒菩萨，多念弥勒菩萨名号，你心诚恳了呢，但弥勒菩萨也会观察你一下，哈，是给你见到你，令你的善根能增长，是不见你能善根增长呢？观什么的观察一下，要见你的善根能增长，那他就来见你了。如果是来见你呀，善根还是不能增长，要不见你可能还善根还增长，那他就不来见你，又不可以见。这个你想要见菩萨，你想什么的事啊？你对佛菩萨有所求啊？佛菩萨他的想法呢，就是。不一定是如你意的那样去满足你，但是能够满足你所求的那件事，他希望能满足，但是那个方式不一定按照你所想的。所以你想见，也可能就能见，那还不一定。所以说修禅定，但是你要禅定高深了啊，那又一回事。因为你要得到初禅的时候啊，那就不必。你在定中一念弥勒菩萨，你就可能会到弥勒那边去了，那就是当面见了。但这身体可能还在这里，身体还没去，那就叫做一生身了啊。到弥勒菩萨，那可以在弥勒菩萨那里听法，听法，听完法的时候，可能回到这里已经3年了。这因为那里时间和这不同，和这不一样。但是你有初禅的境界，这个初禅能保护你这个身体，有3年不要紧。也可能弥勒菩萨也会加持一点，也没事。你没有那么高深的禅定，那不行。所以，趁自己的力量去见弥勒菩萨，你本身禅定要高，高深可以，不然的话有困难。说应作何种观呢？我想就是这样，你要有个理由，然后你要拜弥勒菩萨，念弥勒菩萨名号，常常静坐，啊，常常修四念处，
修四念处是见佛的因缘，是见佛的因缘。我心里面，你老是贪嗔痴的妄想，这不行，与佛菩萨都是有障碍，是有障碍的，这不可以。好，这个就这样啊。阿含经说，有比丘修阿耨多罗念，断觉想，持钟嚼响，即寻死，依欲切论理说法，须修不净观，对治寻死，而日前院长答复我南院同学的问题，说道：“要依慈禧念修定，而有较强的定力，亦可复寻思。”是的，是我有这个想法。是的，一，请问是否即依慈禧念修定，由浅而深，自缘经由未自定，深入初禅，即可谓为复寻思？是的，也是可以这样子，也是可以这样的啊。但是啊，这条路不是就是一条路，可以很多条路啊，也可以啊，到了未自定的时候，修不净观。我们后边有，这后边有提到这件事。你修不净观呢，就把在未自定的这个欲念呢，调伏了，调伏了，就得到初禅了，就得初禅。要是你不修这个不净观呢，来对治这个欲，因为未自定的时候还是有欲，有欲。你不修不净观来对治，你还继续修这个慈禧念，当然也可以，也是可以，但是会慢了一点，慢一点。比如说是啊。我有病啊，我这个神经是不调，但是我不去对治这种病的药，我不吃，我就是吃人参啊，吃人参，当然也配合其他的药，就是补这个身体的气血的强壮，这个强壮呢，慢慢的就把那个病就去除了，也有这个力量，也是能的，这个道理应该可以这样解释，也是可以。这是这个问题。二，或者是啊，熟悉、随喜、观喜等过程中，能见自己内身中物，了悟不净，这也是能的，这也是能。那样子呢，见到不净，那自然这个欲也就熄灭了，心里面没有欲念了，也有这个力量。那样还是等于是修不净观，灭除的这个欲，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他自己要作意，希望见到自己身中的，比方说36物，或者是善根发的一种现象。这个不是说希望见到能见到，一定你本身那个定力要够，才能见到。定力够了以后，自己也要作意才能见哎，到。这人才可以，一定有这个定作依止，你这个心力强了才可以见到。那最起码是未到地定。为了地定好一点，欲界定可能不可能呢？预定难一点，但是也有些人我看他没有定，他也能看见。那是善根发。刚刚发，就是他那个眼睛特别就是了。他那眼睛特别，我有啊，就是我在台湾屏东有个圆通寺，是有个什么有个比丘尼，他会看病，他也不问你什么病，
也更不摸脉，这些事不就是看一看，他就是知道了，啊，知道你有什么病，就给你拿药，试试就有效不？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些人呢，他生来他那个眼睛特别，他就能看见你的心肝脾肺肾，看见你是有病，有什么病，也有这种事情。这是说看别人的，如果看自己的，也跟眼根有关系也吗？应该是的，也他跟。也能看见别人，当然也能看见自己了，就是他的果报。我们没有那种眼睛啊，我们没有那种果报，我们也能看见，那就是要提高这个定力。定力强了，我们的眼根也就变了，眼根慢慢它就会变，变了它有这个能力，它能看见，那就是要入定才可以，不入定不行。这是第三，是否慈禧念所对治的寻思与欲切论定义的寻思有差别？这个寻思有很多种，比如说欲寻思，这是寻思啊，那要不进观才可以；有慈禧念去对治，就缓慢也是可以哈。这个一般的，我不是这个欲心没那么重，但是我心里面散乱，忽然间想这件事，忽然间想那事，这也是寻思，欲寻思，会寻思，啊，亲理的寻思，国土的寻思，不实的寻思，啊，高慢的寻思，各式各样的寻思，这个寻思的范围很广的。所以这个你。寻思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当然是有差别的。好，这是第一啊。第二，大沙漠地是唯识出产的，善清净，而更易诸天光明为方便，是为圣洁。诸天光明啊，由遍一树下，乃至大地大海边际，表示身量光明有差别。而后文说彼地以上为一种身，非与下地，两者对照是否矛盾？这个是在初开始用功修行啊，当然是这个所缘境可以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不可能一下子观很广大，这是修行的次第。至于诸天的果报，那就是那样子，他的果报那样子就是那样，啊，他的光明就是那么大，啊，当然是，你比如四天王天，他也有光明，啊，刀立天、夜摩天、兜率天，乃至，啊，他化自在天，那么初禅的那天、二禅天，那光明都是不同。当然是有差别。所谓呀、啊，唯一种身，非与下地，那就是那个，是七十柱，是按照那个意思说的，按照那意思说的不同。那么就是初禅的身体呀、啊，我还有不一样。就大梵天呢，大梵天的那个身体就接近和二禅有点相似。那梵众天、梵普天的身体和他不一样。那所以统起来说呢，就是初禅天的身体和二禅天不同。已经说过那样，二禅天以上都是那样子。但是我相信都是那样子这句话还是有点事情的，就是不会都一样。二禅天和三禅天不会一定相同的，但是都是光明啊，而不是身体本身是不明，但是发出来是明。这是初禅天是这样的，二禅天就不是了，完全是光明。那样是二禅、三禅、四禅就完全都是光明，但是光明我看还是有大小分别的，因为寿命也有长短，应该是这样说。三，曾听说有人拜佛拜到感觉身心脱落，并在这种境界发
发生之后，在日常生活中啊，不但内心时时有喜悦，而且好像置身在光明中，并被一种稳定的气氛所包围。请问，这是拜佛的功德力，或是与修定相通？这个事儿是那样哈，他要拜佛，拜佛与拜佛也不一样。比如他拜《法华经》，或者拜《华严经》、拜《般若经》，这里面就是与佛有关系，与法还有关系，与他本身的诚心也有关系。说修定，他并没有修定，但是他也可能够啊心不乱。一心不乱，所以也可能与定相通。久了呢，灭了罪，罪灭了，这个身体就轻，有药无的样子。继续的拜呢，那当然，那就是辗转的殊胜，就会有这种境界。所以是与自己的诚心有关系，与佛有关系，与法有关系。当然你要是有般若波罗蜜，那是就更殊胜，你本身。所以说，或是与定修定相通，也可以这样解释，与修定相通。要与定啊，要与修定有相通之处，这大要是在哪一种定的范围内，这哪一种定的范围内啊，也不是决定。他开始也可能是就是预计定，也可能进一步到未到地定、未知定，也是能这样子。他要不是继续这样努力呢，也可能就会到初禅、二禅、三禅，是也可能的。那当然就是有佛菩萨的方便了，佛菩萨会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程度，他会有方便给你，那你就会有进步。院长，通常说，从欲界定也许可能在动当中可以得到，但是像未到地定跟初禅，他是在拜佛，然后可以得到这样的境界吗？这样的定境吗？可能吗？这就是啊，我认为是这样哈，在欲界定这个时候，这个拜佛，他也是一心不乱的拜佛嘛，这个时候也是在欲界定的境界，就是有的时候。这半小时内心不乱，过了半小时心里有点妄想，半小时但是他要摄心不乱呢，又能够半小时，好，他一天拜他10个钟头，或者拜12个钟，拜多少钟头？这12个钟头里边有10个钟头一心不乱，境界就不可思议。你别念大悲咒啊，你念21遍大悲咒的心里一心不乱了，立刻就有不同的境界。所以这个你念经也好，念咒也好，你拜佛也好，你要是一心不乱，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的。所以一心不乱是普遍的，在佛法里面，不管你做什么，佛法里面的功夫都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指啊，都是要这样子。大家也是有深浅的不同，你自己静坐你就有感觉，所以心里面呢没有杂念，是明镜而坐，但是很还是服。再继续努力，继续坐，也是明镜而坐，但是不同了，它就是有力量，就是感觉上不同，不一样。所以静坐你拜佛也是一样，天天是一心不乱呢，这样拜，天天这样拜，慢慢它就会进步。那也就是说，那个关键是在那个明镜而住跟一心不乱。是的，一心不乱。当然呢，也与这个人的心情啊，不要有其他的呀、啊、虚妄分别，也有关系。有的人有特别的什么这个不清净的想法，那就是障碍，那就是个障碍。
啊，你观想佛在这里放大光明，你诚心的这样礼拜，哎，心就是这样子，不要有其他的虚妄分别，那就好一点。你有虚妄分别，那就是这个障碍，是个障碍就有问题。反正这个人各有各的善根，有的人呢，他就欢喜念咒，哎，念就念成功了，他欢喜拜佛，拜佛拜得很成功；有的人静坐，我不拜佛，我就静坐，他也成功了；有的人也看人家成功了，我也做，你没成功；他也静坐很好，我也静坐，你做了，做了几天也不行。就是人与人呐，就是各有因缘，莫羡人呐，但是你努力也可以成功。不要因为呀，我多少天了都没有什么成就，放弃了，不要放弃。这解释密经说道，虽然是你在那静坐的时候啊，胡思乱想啊，不值得赞叹的，但是你不要放弃，继续努力。这解释密经有这个话，继续努力就最后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好好的这么学习佛法，自然的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能成功，你会有信心。你要不多读经论呢，也不和这些修行的人呢来往啊，就没有这些殊胜的境界啊。这些拜佛也是用修行，念咒也是修行，念经也是修行，这都是清净的境界。哎，你慢慢的，慢慢的，你也成功了。